彰化员林火车站前，民众目击一个街头纠纷，这是一个男子呢在马路中间呢，他紧抓着汽车的副驾驶座车门，但是你看到车子一直在往前开，驾驶没有理会。那警方后来调查，原来车上乘坐呢一名犯下伤害致死罪的一个女子，她准备去投案。那当时男友的爸爸见状要去阻止她，所以才去拉车门，但是你看到车子呢往前开，这个老父亲他的双脚腾空，现在看起来这个画面真的相当的危险。